你咋了？很焦虑啊，听说你。嗯，你焦虑啥呀？刚都哭了，小宝贝。不是我啊，不是，因为可能这几天有点就想太多了。你想啥？就想做得好一点嘛。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看给我们都累成啥样了。我不知道时间那么少，只要你累。你帮我弄了那么多东西，多好啊！你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东西，别说了，别，我要哭了。收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可能是咱们桃花坞目前为止最大的活动了，是最大的活动了。很棒了，收！这才是真正的活动。哎呀，然后我一会儿走的大垮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不行。等会儿万一有人摔倒了怎么办？或者突然下雨了怎么办？没关系。就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我是特别害怕的，因为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秀导的。一到我这儿就没音乐了。音乐不够，因为可以重新再 repeat 吗？哎，咱走一边，丹姐。往哪边走啊？我们先等在这儿吧。停一下，两组八个人在台上太多了。来听导演讲，排队了。第一栏目，对。二费启鸣，我在这儿。武大靖到。王传君，哎。宋丹丹。Yes。我今天全在叫全名。哎，我觉得我严肃一点，大家才会听我。我觉得我不严肃的话，没人听我。现在赶紧去化妆吧。好，谢谢导演。哦，那个在那儿。哎呦，这啊，好臭，王传君，好臭。他俩太酷了。这个等会儿650得好好访问访问你俩。他俩这行为艺术。完了，卡住了。我再给你粘两刀。哎呀，完了。你也掉了，我也掉了，快给我转一下，快！军哥，你们准备好了哈？好了。那他们都准备好了，那个导演。准备好了 ，Let's go！ 好了，准备好了 ，Stand by！ 站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Music。还挺帅呀、啊，野哥！哎呦啊，挺帅！哎呀，武打！他们怎么走了？两个蚊子出来了，蚊子！掉了，是吗？他俩的老能演了。
哎，该那什么了？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快快快，快我的，杀生，慢点，杀生，太重要了，小心，等一下，哇，终于把外壳也摘了。哎呀，我的外壳！公主真累了。公主累了。哎呀，谢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换这个，还是不用换？行，有换的就换。没换的也不用非得换。嗯。咱俩说两句废话。废话文学。如果你换了的话，你就是换了；如果你没有换的话，就是没有换。废话。他听懂了。弟弟成长了，长大了。着急忙慌，快。哥，你这个，哎呀妈，你这沙僧也太像了，就是师傅，太像了。哎呀，乖娘太像了都。哇，兰姐。哎呀，还挺像。师傅，太像了。太像了，我像吗？你啥兔子精？猪八戒。什么意思？大家收拾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了啊，倒数十秒了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我们是第几组啊？四。第二组。三、二。一，开始。仙女，你看天上的星星。哎呀，小宝。全靠表演了，哥哥。专属的音乐，不准我们下了啊！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踏平坎坷，成大道。都。西游记第二组出来，走，妖孽回去吧，妖孽快回去吧。我好像也像这组的似的，那你也去吧。我也应该去，对，拿个东西，对，也像个精。